睇下你哋仲敢唔敢迟到？望咩啊？唔使睇啦，迟啲你识得念噶啦。 大约喺1987年，有一项南极上空进行嘅观察，就证实咗南极上空出现咗一个臭氧洞。强烈嘅紫外光对于生物系有害嘅，轻嘅咧就会令到生物嘅遗传基因发生咗突变，重质就会杀死被照射嘅细胞。 植物亦都因而枯萎，紫外光亦都可以透射入深海，影响海草嘅生长。失志有，伤心痛心眼泪流，我行错步，差错步，差错步。 此餐心伤透，边个袭警？咩啊？袭咩啊？袭你啊！攞翻个粉刷出嚟。咁都冇事，好嘢好嘢。我话知你新嚟啊！上我堂，中横四海啦！ 做咩 ？Miss 有自尊噶嘛？上堂好啦，我哋而家讲到大气层，大气层系可以分为好多层，最接近地面嗰层，我哋就称佢为对流层。喺地面对上15,000至50,000公尺嘅高空，我哋又称佢为平流层。 明代最讲刑法，一律要严刑对待，尤其是欺君犯上。 斗党结社，潜伪窥私。黄小贵，郑 Sir， 到底乜嘢叫潜伪窥私啊？潜伪即系而家嘅卧底，俗语所谓嘅二五仔。呢挺人系要行公营嘅，公营？切啫啫啊，小朋友。嗯。切几多啊？咁睇你有几多咯。 哎呀哎呀哎呀！